上近身作战，以铁拳套为武器，无坚不摧，攻守兼备。大丈夫不怒则已，一怒则群雄聚，天下惊。血河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长枪为武器，刺条配合，出招变化无穷。所谓骁勇堪贯九州之土，一枪神像，擅长远程作战，以七弦琴为武器，弹指间是琴声悠扬，也是杀机暗藏。此生阴阳存乎一念。素问擅长远程治疗，以绸带为武器，以柔克刚，出招时彩蝶环绕，草木回春，重伤之人亦可痊愈如初。九灵擅长远程作战，以魂灯为武器，心情念动可驱策药人上阵杀敌，而自己兵不血刃。血河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长枪为武器，刺条配合，出招变化无穷。去吧，万事小心。
直找没钱啊？你什么人？我是来找追命捕头的。哟哈，找哼，看我不给你点教训。这是干嘛呢？哎呀，还没过年就磕起头来了，这甜水巷里的人真有意思。头回见这样迎客的，吓我一跳。让你看人下菜碟，天色已晚，得快点找到追命师兄才行。啊切！啊，好浓的脂粉香气，熏得人头晕。这位公子，可是有什么不是？我来一朝青天，树苗稀罕玩意儿。这有一帖驱风上千散，或许对公哦，多谢公。少说也得是达官贵人，文人雅士。公子，免不了将你引荐一番。那真是荣幸，请回去转告梁公子。总算清醒一些了。没事就好。对了，我能。公子，他是约许。我叫林季，多谢公子相帮。好多人呢。哼，百合这小蹄子可他摊上那么……听起来他俩都是巷子里的姑娘。请问两位呀，你奴家长得很好。师父说过巷子里，咱少爷自己，风寒没有，那还得多。你也不看看，都说高太尉，小声。磨蹭什么？我哪儿来的？管你是谁！小太，仗势！哼，师父教我的武功可不是花把式。都愣着干嘛？还不快上！一起上我也不怕。吃饱饭吗？
快给我打，别让这小子往前。想拦我？狗大圣，你是死人呐，还不快拦住他，老子来会会你。有点本事，那看看这一刀。哈哈，没辙了吧？老子这金眼盾，刀枪落入，老子还没出力，你就趴下了。速战速决。刚才嘉庭似乎说过，他不会水。有了，旁边就是水池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不会游泳。喂，这池水才到你腰身。少爷，我，你这个废物！下一个，就轮到你别过来。